那你是不是把思想也那个啥呀？嗯，咱们之大概间的思友想情了。就这样结束了，以后见面不打个你死我活都不带劲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以后见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你倒是谈呢，你又想滚刀啊？我这把这么多年你怎么滚的行？我都被你吓得不会玩了，你还被我吓到。来谈吧，痛并快乐着。你为啥家有气球？快乐着。你家有气球吗？我家我很有气球，干啥干啥？有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十下呀！还有六下，肯定十下了，还有两下了，六下了，还有四下哦。哎呀，真狠呐！十七块钱我去找你玩，真的假的哥？你不后悔哦？你别闹事，一会儿他来连我，是谁说的呀？他都打不动了。还有两下子，你呀，我天，你真狠呐！好了，咱们的仇恨呢？你不去。